那位见了吗？今天是7月6号，现在是美国的时间，这个11点46分。我大概讲40分钟。今天讲一个题目，就是评述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一个中国政策的对立统一规则。这个题目呢，叫"升美道"，我们要把这个除了美国和中国之外，我们要把这个在这个中国这个层级上解决不了一个中国原则问题，在美国这个在就美国本土这个台湾的一个。3个联合公报和这个台湾关系法，还等等等等的巴拉巴拉，这个一些什么台湾的不能解决台海这个冲突问题。我今天提出来，这个就是为了化解台海的这个冲突。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我是来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南海政治局，这边是白宫的国，美国白宫的总统，就是总统府和国会山。因为我提出来这个呢，必须得符合一个不能跳着在中国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台湾问题，也不能够在这个美国这个白宫和国会来依靠来国会来解决这个中国的台湾问题，那么我就把这个问题叫升高到联合国，升为就叫升为维度的维，在这个国家层面上再升高到国维，就是联合国这个维度上，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2758决议这个问题上来解决这个问题，顺便评价这个中国的和平统一政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政策的，这个实践性，正伪性可以正伪的，就证明的反正这个一中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解决不了台湾问题，另外呢，反正就反过来证明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一中三个联合报等等巴拉巴拉那些就制定的对台政策和现在的用武。武力武装冲突、武装台湾这种俄乌冲突的代理人战争方法也解决不了遏制中国发展的问题。那么，所以我今天做这个题目，应该来说是这个是符合时代的要求。我再说一遍，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华民国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怎么讲呢？中国人，如果说大家如果说前2天看到我要揭穿我，或者在美国要把我再打方站定，那我就说你如果说习近平是个独裁者的话呢，我就是人民发声，人民不是让人民起来说话吗？那么就是让人民说话。谁最有发言权呢？不是王沪宁有发言权，不是系统的理论、空头理论家有发言权，而是来自三大实践，社会、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还有阶级斗争，这个三大实是政治斗争这个三大实践当中成长起来的，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具体。具体这个关于台湾问题上，应该说是我是，从我生下来1947年到现在，始终没有忘记这个祖国统中华民国统一这个目标，一直和责任和使命。所以呢，我说，实践者最有发言权。
我们今天呢，就针对这个题目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开场白。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回到这个联合国这个宪章这个角度，和这个2758的决议这个出台的前后，这个中美关系是对台湾问题是怎么样的来认知和怎么样斗争啊？目的是从冷战讲到这个的现在的这个叫现在的叫做演变，中美关系的从蜜月期到到现在那个就准冷战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样就像基辛格一样，当年的基辛格把这个问题中美关系这个跨过太平洋的握手，我现在是准备呢，就怎么样的推动拜登和习近平的握手，然后呢下一届呢特朗普和习近平的握手解决台湾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想用这个叫做三寸不烂之舌吧啊。如果我这个舌头还没有衰老的话啊，那我就想用三寸不烂之舌呀，来解决这个啊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啊。这个呢，这个也有些呢朋友呢替我担心啊，怕我这样子呢，再回不了中国了啊。另外呢，在美国来讲也没有立锥之地了。另外呢，美国将来和中美关系搞坏了，将来出现排华啊，或者再把我们送进集中营去了，这个呢，这个新的威胁，毛泽东说，毛泽东有个精神呢，叫不怕精神，那不要怕坐牢，不要怕杀头，不要怕老婆离婚，不要怕开除党籍，不要怕丧失美国的居留权，那么因为我已经76岁。所以呢，我在这讲讲哈，我在中美关系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就我们家三代吧，我们三代有 background， 我就讲讲我的社会背景。首先要介绍一个，要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嘛，开场白的时候大家不认识我啊，从那个1905年嘛，或者二十世纪初嘛，就中美关系就从那个洋务运动开始吧，那个是那个老罗斯福和中国这个八国联军的时候呢签订了一个什么呢，庚子赔款啊，庚子赔款呢就是美国这个。中国的钱呢，就赔款呢不要了，用这笔钱呢用来建个清华大学，或者不是清华大学，那个叫做培训班，赴美这个培训班，后来就形成了那个清华大学和那个燕京大学，就燕这个学校出了很多的，为中国培养了很多人才，这是中美合作的开始。我爷爷呢，那个时候呢，我爷爷叫。那个那时候，这个叫在那个天津啊，盛昌洋行，盛昌洋行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它是总部在上海，在天津有个，因为天津是个口岸嘛，在天津呢有一个分行，我父亲，我爷爷呢就在那里的学徒，学会计，从学徒工，学徒跑堂呢，学徒工。学习，后来升为这个主管，我不知道他那个主管到底是不是那个财务总监啊这之类的，反正最后反正在那儿，那是100块大洋吧，啊，一个好像反正我记得是100块大洋，他的工那个工资的收入的，那也可以叫买办了。那么，我的父亲他，我的爷爷就希望我的父亲呢。能够也到将来呢，也是从事这个学这个金融，所以呢，我父亲那个人呢，算账还是比较细致的，因为他从小就打算盘干什么，
英语也比较好，啊，他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我后来就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那边天津就沦陷。这个时候我父亲呢就辍学了，辍学本来还在那个想在那个想在那个正常银行呢做了学徒，啊，学徒半年或者一年，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具体学的时候，然后呢就这个在蒋介石这个流亡这个学生这个十万青年十万军这么一个抗日的号召下，就南下自己流亡，就是抗日流亡学，多大年纪呢？17岁，啊，就带着几个学生一起的，就那个叫做正义的抗日的冲动嘛，爱国这个激情嘛，然后到安徽，被蒋介石被国民党给抓起来了，怕这个是共产党的嫌疑，当时那个腿上抓着这个呢，腿上还生了打，在坐牢的时候生了打疮，总之后来在安家寨嘛，叫什么寨？这个后来呢，就考了安徽大学，考了安徽就进入安徽大学准备读书，但是安徽大学要钱呢，没有钱的话，就父亲又转考一个，这叫中国陆军第一陆军机械化学校，也坦克学校，啊，这个不要钱，啊，不要钱的话不要学费了，不是不要，然后呢就考进了这个坦克学校，这个，就学坦克的制造修理，汽车在原理都在这个一起的，就是由各个国家的派来的军事的专家在那里做教官。他们有的很多是讲英语，这个照片我这个都有，然后呢，这个就第五期学员，就也叫黄埔这个战车学校第五期学员。那么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从广州的黄埔就撤过来，撤到这个坦克学校就跑到这边，啊，跑到那个湖南叫湘江，怀化的湘江那个洪江机械化学校，坦克学校，那陆军学校，很多那个中国的很多那个坦克机械化学校也是，最早的一个叫什么名字呢？也是在从那里出来的。我父亲呢就是第五期学员，后来毕业之前呢就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啊，并且呢开赴了那个滇缅公路，这滇缅公路就是东南亚这个运输线，在这个运输线的。运输这个战略物资，就像乌克兰俄乌战争这个支援乌克兰那个，当时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啊，我父亲呢就在这个叫代理连长，啊，然后呢，在印度呢后来还当了一段教官，罗斯福去世的时候呢。我父亲在那个加尔各答那个追悼会上呢，就代表了中国远征军，这个国军，也就代表国军呢，在那致辞，啊，感谢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援助和对这个世界和平的一个贡献。然后把这个他是1945年4月份去世的，啊，然后大概在5月份的也就在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时间了，反正就在加尔各答。父亲，在生前的时候提过这个事儿，啊，具体也没有讲，他父亲也不愿意讲这个事儿，怕我们知道了这个加深那个心里有负担，啊，他跟我妹妹讲过这些事儿，啊，都不跟我讲这些事儿，啊，而且呢，给我留下的呢，就是说，啊，连我爷爷的名字都不告诉我，啊，我还是从我们的叔伯兄弟那儿知道的。那些照片啊，那些我父亲就怕我们，啊，受他们那种家庭背景，这个复杂的家庭背景的影响。我父亲后来在西南联大，啊，就是昆明的西南联大，也做过一个参加过一个短训班，啊，认识很多那个进步青年，在那里有很多青年。我父亲往往带着车队啊，回来到路过
西南交大西南联大的时候，西南联大的时候呢，那学生们都夹道欢迎，所以我父亲当时在西南联大也小有名气，有这个同学，西南联大那个同学呢，介绍我父亲的那个当时历史背景的那个书信，啊，我这个将来应该给中央给大家历史留下来，啊，这个经过，当然在这些所有的当时那西大连出了很多很多人才啊，然后这个就不说，我父亲呢，那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学生吧，反正也认识了，就包括杨振宁的这个太太啊，这些都认识，啊，那个还有那个叫马约翰的女儿啊，什么这些都认识。我父亲那个时候，军官嘛，也风流倜傥，但是我父亲后来结婚了。跟我母亲结婚呢，因为我母亲的妈妈是夏威夷华侨，啊，叫做廖耀华，我母亲的父亲呢叫李平，是在当时在香港呢，学习那个机车内燃机车的制造，啊，汽车制造，啊，后来就到台湾那个松山机车车辆厂，那个当那个。副总工程师，这个呢，所以呢，这是两个这个跟美国的关系了。我爷爷是美国正昌洋行就上洋行，就是中美洋行公就正昌洋行的公司的会计，也算买的。我外婆是美国夏威夷就跟那个奥巴马和那个孙中山，这个都是夏威夷人啊，这个夏威夷人就这么一个白光的。那么我父亲后来就有这么添加了这么一点历史呢，就是跟罗斯福有这么一点啊，这么一种感情上的交集，所以后来我父亲最后在退休之后呢，参加了啊叫做自工党叫做洪门呢，啊，就是国民党也知道这个洪门啊，共产党也知道这洪门，那个当时那个大佬叫斯托美堂。后来建国1949年的时候，建国的时候给中国提了个建议，本来共同纲领叫做扩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国，中华民国，这个扩国去掉这个扩国的这个人呢，就是斯托美堂，他说你不能再叫中华民国了，再叫中华民国，你就不是开国元勋，就孙中山是开国元勋。开国功臣，开国皇帝了，是吧？那个国父就是孙中山，就你就不是这个毛泽东，你就谈不上国父这个词了。毛泽东，你想也对啊，啊，这个叫新中国嘛。我们本来毛泽东本来叫在三民主义论的，在抗日1940年的时候提出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时候，就提的是。寻民择实的中华民国，后来改成个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然后提出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那个经济啊，然后呢，这个议论蓬勃，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个新民主主义论的那个概述，我们就是要建设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华民国。后来他毛泽东有很多题词，在那个年代，就是在那个延安整风的时候，这之前，前前后跟毛泽东六大七大的这个思想的背景嘛，他是这么一个，因为建国嘛，因为这个国家还是中华民国这个民主的人民民主的一个性质，中华民国的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民国的共和制，我明天再讲美国的共和制。还有这个民主制，那叫民主党和那个共和党，还有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台湾的民进党，这些政党有什么党纲政纲，还有历史有什么 background 的他们的诉求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将来就因为不谋一事不谋万事者不谋。
万事的不足以谋一时啊，不足不谋全局的，不足不谋以不足以谋一日啊。所以呢，我们就从这里呢，主要是因为强调一个什么呢？我主要是强调我们中国来讲呢，啊，强调一个中国就强调一个法治，因为法治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概念是一个比较淡薄的一个概念。中国的强调一个王治。当然一个好皇帝，这个好的领导人，就英明伟大领袖，光荣的长，一个没英明伟大，这个毛泽东的救星，盼着人出救星，要盼一个人物，盼不是盼党，盼这个盼这个出个人物啊，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事啊，非常之事再然后做有非常之功啊，那毛泽东那么是一个是吧？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整个一个啊，这个，所以呢，从东方红唱到大海航行操的时候，都是一个字啊，毛泽东，就造出一个毛泽东那个神。中国共产党从毛泽东这个六大七大以后，当然是回到这个毛泽东思想路线这个上来，毛泽东也确实是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同时，由于过分的去。高度的集中的权力也犯了很多的判断上、认识上的、历史上的错误，啊，决策上的错误，包括这个跟苏联这个一边倒，一边倒的政策，最后来讲呢，啊，形成了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共产党这个新中国这个前身。这个我现在不在这里做批判啊，做。解释，做质疑啊。另外呢，这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呢，因为我们是这个跟这个国家是同龄人，对吧？也是和联合国的同龄人，所以我们在站在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立场上，而是站在联合国这个上一维，就不是站在单一维的方向、线性的方向，也不是站在两维的方向，而是站在三维这个方向。三维这个结构就时空啊，空间啊，这个东西方文化，这个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国宪章，这样子的比较客观一点来看待这个问题，不是按照某一个啊，毛泽东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习近平说什么我们就确立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个是我们要用一个啊法治的观念。用联合国这个宪章这个对中国的定位是什么？一个明确的定位。所以我们啊，不能说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其他理论能够解决这个中国革命的问题。这个是人格化的啊。我为什么说王沪宁就在这个理论脱离实际呢？就是把中国的共产党人格化的。人格化呢，这个东西中国呢讲那个过分的集中了强调了人治高于法治。这个来讲，我认为来讲，今天来讲，也开诚布公的说啊，是因我是强调理论要联系实际，理论要来自实际，理论要经得住这个实践的检验和修正啊。马克思的理论是不是完整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当时阶段、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的生产力，当时的这个社会思想的认识阶段，它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啊是发展起来的。它对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这个阶段和现在的社会的发展和这个世界一个运动啊，现在不叫共产主义运动，叫全球化运动和逆全球化运动啊，这个人与自然这个和谐。人与自然这个规律是怎么样的这个和谐相处啊，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说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就放之四海而皆准，毛泽东思想永远光辉正确伟大，邓小平理论啊，只有邓小平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前命运和前途问题，只有一国两制能够解决台湾问题，
这些观念都是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大陆或者是你宣传人员那些脱离了实际啊教条的啊照搬的人制造人为制造的这种绝对真理，这是一个让大家呢就是这个什么背诵百家独尊儒术，这么就是一个这个儒家思想，然后再加一个四个自信啊啊什么两个维护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等等这些措辞，都和文化大革命非常一样，所以我们要把这些抛掉，这些本本主义，抛掉这些歌功颂德，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你能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到最后我们把共产党弄成和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的歌，那时候斯大林的威信好高啊，全世界的多高，结果把那个捧上天，结果就高高的举起，重重的落下来，所以我们避免犯。好在习近平现在还没有解放台湾，还没有完成轰动伟绩啊，现在已经把这个世界弄得大家都绝对的神话了，已经近乎神了，啊，各位大家都去朝拜，北京去朝拜，那么有点飘飘然了啊。当然，习近平他至少有点这个自知之明吧，啊，中国经济来讲还是处于啊那动荡的部分不确定的阶段，所以如履深渊，如履薄冰。你如果现在的抗能有为，如果你现在叫习砍，习近平的习，坎坷的坎，啊，这个是双重考验。这个习砍就险上加险，国内的险，再加上国际的险，叫习砍。这个是《易经》上面就讲的，习砍的有砍淡，台湾呢就是那个砍淡，砍淡就是深个海底里面的漩涡，水底下的漩涡我们看不到，那么那个。这个那什么的话呢，那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呢，这现在来讲呢看起来也是个砍弹，也是个陷阱啊。另外呢台湾搞的这个那什么呢，九二共识啊，还有这个也是个砍弹，也是个陷阱，因为没有达成协议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啊，这些现在台湾这个台面上的三个候选人呢都在那儿想个办法的和平独立，如果让他们和平独立的话，他们绝对不会走向统一的。如果没有这个武装斗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武装斗争和经济那个合作的话，是那个合作啊，台湾是100年、10000年也不会和大陆统一的。按照现在这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路线走下去的话，所以那个叫空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啊，对，邓小平对这个两岸关系、中国这个现状、维持现状这个价值观、这个立场、background 的，按照战争法来说，我们特别研究，我特别去研究的战争法规律来讲啊，这个国内战争，你没有完成国家没有完成这个战争的统一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啊，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就你国家你还不是一个正国家，没有完成这个统一，这叫不叫正常国家？所以正常国家你说和平，你制定出来这个本来是在现在的阶段就叫内战战争阶段，是就像乌克兰和俄罗斯现在的内军事冲突的进行时，现在进行了多少73年了，不是现在本来75年76年了，76年为什么呢？因为从1947年开始到现在都是战争状态，两岸国共的战争状态，两岸的战争状态，就为了一个中华民国的统一，不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是为了联合国宪章的注册的中华民国的统一。这个注册的时候有中国的代表董必武签字的，啊，是蒋介石授予的。所以呢，我们概念上很多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门从建国开始宣传。中央的这个中宣部也好，像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讲是认识是模糊的、不准确的，就像把中国的那个一开始就把那个定位为中国的那个社会主义，就中国是现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样，
把这个四个现代化叫社会主义现代化，定性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因为呢，就盲目的实行了一个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就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这个厂那些街道企业，那些小企业就叫做集体企业。总而言之，消灭十五制，以为这消灭十五制就是中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的一个目的，建党建国的这么一个宗旨。这个问题呢，这个理论上就是我们谁就绝大多数党员工农兵出身，但这个从这个阶级路线来讲我当然是这个贫下中农，从出来的知识青年嘛，贫下中农嘛，我经过四川的农村锻炼，经过这个陕西的陕西的那个眉县横渠公社的这个农民这个锻炼，生产队标兵。工资少，是工厂的工人阶级的锻炼，8年，就是我出身呢，就是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石油工人阶级，产业工人出身。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生产的环境就是大企业，超大企业，就第二重工基地厂，那个企业的那个大企业的生产那个环那个工作环境当中，我目睹了我父亲的工作单位，我目睹了那些工业的。那个车间的各个层之间的衔接啊，怎么配合啊？因为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国际化生产一样，产业链的一样，大企业就是一个产业链。那么现在呢，我是从这个按这个脚踏实地，经过这些生产实践的一个实践者、生产者，或者是个螺丝钉吧，由工厂来就是一个螺丝钉的一个角色。但是呢，我们经历了这些。主要这是一个生产的实践，在生产实践当中呢，我们不是简单的在那里被动的什么国学和非国学的关系，我们在那里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改造我们自己。革命是革自己的命，革大家、革这个生产力的命，革这个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命，革科学技术这个命。我昨天说了我给毛泽东写的第一封信。就是元旦性，就提出了五大观点，这后来才发展的改革开放。毛泽东那个时候提出了批林民主运动，就是为了改革开放的名额开放的抛砖引玉的第一块解放思想，这个解放思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你看毛泽东把那个国民经济搞上去，那实际上是我是来自哪里，来自老百姓，来自哪里，来自我们宝鸡石油钢管厂的一个工人李大海。我是宝鸡石油钢厂千百个工人当中的优秀代表，因为那个时候培养我入党，而且我是团支部书记，我是说最重要的一个车间就叫什么动力车间，就电器车间，所有那些电器马达所有自动化的那些设备都要我们来修维修。我是不但维修这个懂得什么东西，整个生产流程过程我们要巡视。那8年时间，我们就是在工厂里摸爬滚打，每一个工作岗位、每一个流程、每一个工人都接触到。所以说，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的工友阶级感情，都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的生产实践。我就想呢，王沪宁呢就没有这个工人阶级的基础，没有这个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他因为他不敢上山下乡，他抱病在留在城里嘛，所以这种空头理论家的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的他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是怎么说的？毛泽东在这里呢，用毛泽东来话来讲这个，我还是用这个话来比较有力啊，这个。人的正确思想呢是从哪里来的？大家回头去就咱们那个中共呢，实践认识再实践再实再认识这种形式过程当中，经过反复的这个循环，我们现在就实践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不行，失败了，我们怎么样的再凝聚起来，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理论、理性认识就。我今天就是要提高
在九二共识没有共识的基础上，在革命同盟一国两制失败的基础上啊，怎么样的更上一层楼，那么就更上一层楼。我今天的讲呢，就第一课，我不但是给这个中南海讲，给全体党员讲，给全国人民讲，也给美国人民讲，也给美国民主党讲，也给美国共和党讲。所以呢，我就今天要提高到认识的，就再提高、再实践、再认识，啊，再认识这个，中国的台湾问题的这个社会结构、社会本质、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啊，我们这因为台湾不具有这个代表着主权的发言权，台湾2300万人民没有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利，也没有决定中华民国这个的权利，只有决定台湾这个地方这个权利，啊，那么谁来决定呢？我们现在跟美国来讲，联合国来讲，这个叫高一个层次，高一维，我们将来解决台湾问题降维来处理，降维打击，啊，我们不是用那个乌克兰和俄罗斯那个方式来讲，我们是用这个法律来讲，让法律说话，让事实说话，让历史和联合国宪章说话，让2758决议说话。为什么说2758决议就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啊？这个共同纲领啊，所以我共同纲领就包括美国也要接受2758决议这个共同纲领啊。这个解决问题嘛，这是我后面要讲的。今天呢，我讲这个问题呢，就讲我们再把这个也再次啊，人民要得到正确的思想，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革命统一、一国两制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马克思主义啊，绝不可能啊，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是我们的根源啊什么？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他把这个阶级分化了，把一个社会分化成啊对立的一个阶级，而没有讲到的融合发展，只讲到的造反，而没有讲到的啊建设。所以马克思，因为他马克思没有这个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那个，但是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文明、高度现代化、高度这个工业化的一个基础上也产生的，而中国新中国成立的那个基础是半殖民地半社会，也就是说我们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当中没有成功。我们现在呢？这个改革开放呢，就那个又恢复了这个民族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但是很快就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对，市场经济呢，我当时呢就在香港，市场经济香港是一个法治化的香港人，他说不管你什么人都要遵从这个法治。中国不一样，中国他说中国市场经济，中国特色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江泽民和14大。还有一个以后提出来这么一个姓问那个市场经济姓资姓社这么一个讨论，而我们蛇口工业区当时我在那个招商局发展公司那个组织生活党组织生活当中那个发言，我就说社会主义那个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不姓社也不姓资啊，因为权力经济关系经济来搞要受到法律的检验，法律的监督的，权力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是我在1989年那个以后那个在香港招商局那个组织生活当中提出来的，因为我是宣传委员啊，我是那个支部宣传委支部宣传委员，所以我的理论呢应该是说有一点理论吧啊，我这个是大学生嘛，新大学生啊，那么而且我回到退休以后回到这里，我自己下海，我那个什么那个南巡讲话以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对我们的社会问题表示支持了，是说啊，一个党不能这个一个党一个民族不能有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呢？啊，顽固不化，这只有一个道理，一直是那句话怎么讲？一个党，反正就不能就形而上学，不能搞形而上学。要到实践当中去，我就这个是听从了那个响应那个邓小平的号召，我脱离了啊这个招商局，
发展公司就下海经商，因为你没有进，没有这个，没吃过梨子，你就不知道梨子的滋味啊。你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你没有去趟一回，没有去失败，没有经历这些复杂的锻炼，我经过了20年，20年的那个风风雨雨的市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后这20年当中，是吧？跟就是叫做行千里路，这个读万卷书，阅人无数，阅奸商无数，阅法官无数，阅这个贪官污吏无数，所以我留下的这些东西呢，我就强调了这些问题呢，我曾经跟上下求索，给把这些案件呢都报告给中南海啊，中南海提出的第一次在那个深圳的案子呢，提出了一个讲政治，后来又提出那个习近平又提出了一个反腐败，一个法庭的反腐败，就是那样，照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广东那个惠阳惠州，那个台商那个案件，一直到现在都是在那里，关于权力勾结，法律在那乌七八糟的搞，像那个台商有的这个搞坟头的，凡是搞坟头的都是搞的造假的，还有湖南怀化那个30万的投资，还有广州的30万的跟教委，小煤矿局教委的提供解决项目。也在那里的不了了之，也是贪官，由于贪官和学生那个权钱交易，打得我是晕头转向，没办法了，我就又把这个投资呢变成希望工程了，希望工程又落花流水，从这种变来变去，这个就是这个是教育系统，我本来想为我父亲那个原来那个在陆军区，黄埔陆军那个坦克学校。做一点好事，做个希望工程，结果我也没达到，好事也没做成，然后到了广州呢，支援那个残疾人，就是我们四川的一个四川德阳中学的一个同在那里经商，然后失败了，没有钱了，然后管我，然后他又把我拉下去，跟那一个残疾人又合作，骗走了我，70万，然后连一起呢，当时呢就是。差不多100万，这100万可真是，要叫当时那个叫做1995年，那个100万可以买好几套房子，就是自己的，就因为自己同学老同学这个信任你上当，然后残疾人我一个同情心，然后陷入这个。很淡，还有其他的了，我就不说，我所有的华师啊，经商，还有很多个项目，都是项目。这个钱呢，就等于是说买一个教训。后来我就知止而后已，我知道我自己不行，我这一个人的力量，这个不行，我这个素质，我尽管有香港这个法治的这个经验和这个经商的经历，但是我对中国市场经济。我不像那个马云那样的叱咤风云，那什么，如果认得亏的话，他那个第一次损失200万就收手了，我是小打小闹，我跟任正非是同时期同一地点，他是南油，南油公司，南油，我是社保工业区招商局的，所以我们的年龄也差不多，我们的这个鸡犬之声相闻。他后来就从那里下海，他下华为那个公司那个那里的那个地点我一清二楚，他们原来在那个小作坊里面，就在那个我们石火宫那个街道老街那个有个店，后来他又跑到南头去了，又跑到又扩大了，我的同学叫王跃进就在那里做电脑部经理，所以我如果去华为的话，我不可能去华为，因为我当时是在水果工业区，我就觉得在一个企业里边扎根，就一个系统当中，招商局系统的，我就在招商局里摸爬滚打，感谢招商局给我了一个培养和锻炼实践改革开放的机会，也给我了和在那里呢，
我现在在西安的石油勘探仪器总厂做 IT 工程师，做到线路板啊，那个从84年到86年这2年时间呢，啊，完成了这么一个82年到84年这么一个转变啊。84年我就招聘考试，就到了深圳，深圳呢又给我84年到香港当84年94年啊，到94年这个时间呢，就下海。啊，94年下来，然后呢，自己上岸呢是2000年上岸，2000年我就不干，自己这个干不了这个经商，就没这个头脑，就上岸，然后就给别人打工，然后就到了深圳电子商务公司给别人打工，就变成这么一个，自己买了块地，盖了个房子，后来就我太太身体不好，就把房子卖了，一栋楼。这个是我个人一个经历，就个人经历呢，就是我和美国，然后呢，来到美国，退休了，97年退休了，2007年退休了，我在美国呢，就是枯木逢春，枯木逢春，在美国呢，又是我上了一个新的大学校，叫民主法治共和，这个大学校，美国这个大学校，让我这个，我回头我今天先讲到这么多吧，美国大学校我怎么样的和民主党在和民主党打交道，和共和党打交道，怎么样子来给美国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和想 idea 怎么参与这个，因为美国是强调人民监督政府。人民出来说话的，我这个要我的经历就是证明了美国人他重视人民的话语权，让人民说话，敢于让人民说话。我一个外国人，来到美国，就像那个白求恩来到中国，就发扬国际主义了。我这里呢也叫国际主义，也叫做我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我们怎么来谈这个？改变那什么，我把这个我的一个抛砖引玉一个点子先抛出来，我现在解决台湾问题和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的 idea 架构，这个已经形成了，新的形成了可以这么说呢我今天还没讲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一个中国的政策当中的一个共性和个性，还有区别和差别。共点在哪里？还有台湾人和大陆人的一个共性和差别在哪里？怎么解决？一句话，为渊趋鱼，为虫趋雀。有一句话叫做鲶鱼效应。如果把大陆比作是一个汪洋的一个渊，汪洋大海嘛，就是把台湾这2300万人。送到大陆这个汪洋大海当中去，融化在这个，就融化在大陆这个两个确立也好，习近平思想也好，然后在这个政府这个国家这个体制当中，人民共和在这里的，你去发挥你台湾人的民主法治，你这个去在台湾分裂，你去发挥，你尽情的去发挥你的那个。台独思想，台湾独立的思想，这个是美国的精神也好，日本的精神也好，你都到大陆这个融入当中去考验去锻炼，这叫做鲶鱼效应。这个效应我让美国来帮助台湾来实现这个东西，就是让台湾人来继续反攻大陆，让大陆来继续解放台湾，统一了以后还继续进行思想和意识形态当中的政治斗争，政治竞争吧，我们叫做就改革中国的这种，你要说是集中，你过度的民主集中的话，你也可以搞出来的，将来是第二共和、第三共和走向共和。第二次，如果我们把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叫做第二共和的话，我们叫将来叫做新民共和国，叫中华新民共和国就叫第三共和，
就是搞新民和主义、民心主义啊，这个民利主义，树立人民是当家作主的主的，真的是人民主权决定国家主权啊。这个呢，就融合了各种各样的中华这个台独思想也好，各这个民主思想也好，自由中国也好，那个过那个红色中国也好，大家在一起啊，这个不说是两岸一家亲，中国人不打一中国人，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在这个窝里来进行了一个 compile 就竞争，我们不叫斗，窝里斗啊，大家来看看这个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的，所以我就提出共和，共和制就是法治。所以说呢，我对法治，未来的法治是有信心的，民主也是有信心，中国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也是有信心的，美国也这个也不会因为这个中国这个统一就成为一个陷阱，美国中而从中受到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的文化，美国的意识这样走向世界了啊，走向共和了。这第一个，你现在如果要用战争的方法把这个让这完全用战争的方法也不行，如果用俄乌战争代表的战争的打法，就把中国和俄罗斯呢就变成一个更强大的、更专、更集中的、权力更集中的对抗，就进入了冷战时期。我们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我再下一个分析，好不好？我今天就又开了一个头，每天呢这个好好学习，这个习是习近平，天天向上，我们天天解，我是天天向下，习近平天天上，把习近平成功搞成功，把习近平这没有完成的事业帮他完成，把拜登和特朗普最后一班刚没有把中美关系搞好的时候，我们帮助他搞好中美关系啊，让中美人民、中美这个总统这个最高领导人搞好之后呢，我们就让人民、中美人民呢携起手来相向而行啊，这个让我们共同起来把这个事业做得更大啊。还好，都讲完了，谢谢大家啊，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